如果您需要申请电子发票通知信的补发，请您前往官贸网站进行申请。首先，前往官贸网络电子发票平台，并确认公司别为新加坡商虾皮娱乐电商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。确认公司别正确后，依序输入您的发票与会员资讯，并输入画面上显示的验证码。以上输入完毕，请点选认证。接下来筛选您要查询的发票期间，选择完毕，请点选查询。系统将会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所有发票，请寻找您需补发通知信的发票号码，在发票的左侧栏位点选补发开立通知，点选 email 电子邮件后方的变更，输入预收件的电子信箱，并点选寄送。系统会显示补发开立通知成功，并于三个工作天内完成作业后补发至您的电子信箱。再请您协助留意未读信件。